线型以行人地狱为创意发想的原画设计。行人地狱这个名词起源自2021年成立的脸书粉专台湾是个行人地狱，2022年由美国知名媒体 CNN 引用。 CNN 报道指出，台湾恶名昭彰的车辆驾驶不停让行人与不尊重行人，行人道不拓宽，以及交通环境设施对行人极不友善，让人感受到威胁和不舒服，所以有了行人地狱这个名词。再联想到从小就常常听到的马路如虎口，我们以老虎为主角，绘制了一系列的原画设计，通过强烈、浮夸、有趣的方式传达了交通安全的重要性。周边商品的部分，我们设计了安全帽以及创意挡泥板、交通安全背心，还有一些大家日常会使用到的小物品。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专题制作，让现代社会更注重行人用路安全。这是我们的主视觉，翻画世界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。这是我们的视觉海报，红绿灯 ，Yeah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遇见现行老黄历。这是我们的文具礼盒。我爱文具。这是我们的霓虹屁屁车。这是我们的地狱马路虎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阿弥陀佛，不要撞我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阿弥陀佛，不要撞我。好运来，好运来。OK， 好运来耶，好运来，遇见现行，安全最行。哦，这是哪里呀？好可怕啊！哇！